誰だって可愛く変わりたいんだ。知らない顔しても意識し合ってる。再来，世界征服者第五期的视频。然后这波上期我们几乎是那个德国已经差不多能打到亚洲了，是吧？长崎已经被攻下来，整个日本都被攻下来了，现在只剩下一群那些。我们和法国要开始攻打他们，不和德国他们，不知道能不能成功。成功了算我们厉害。去这里，去这上面不稳，我们拍个空降圈。我跳过这回了。耶！随便上一下。哇！我军攻过来了，稳不住，这要存钱了，打一波美军。这苏联几乎应该会玩，我也不太清楚，我应该派兵去多守一下这里，我可不希望这里玩了。我还没过来，不用打了。好，我这就回来。派兵去这里。派兵。可以马上就完了，这苏联基本是凉了，送一手凉凉给苏联。啊，跳过这里，跳到这里，我操！嗯。非洲我们是稳住了，蒙古战败，可以，可以，埃及战败，可以，基本战败了，派遣兵守着，这边要稳住，我们继续守下去。哦，太好了，我们先去打一波中国吧。也只能这样了，虽然是我国家，是一个游戏，很对不起我国家，是吧？确实很对不起。日本是凉凉的。叔叔凉凉给日本，你们俩，
静静的看着日本人。跳过这回了。好，我们稳住了这。渔民过来，针对一波他们。那好，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，大家拜拜。